7号，吴磊在成都被拍到参加完高考后离场，先是弟弟扎着小辫子，穿着大裤衩和白色 T 恤，打扮的随意和舒适。虽然并未被拍到正面，但从脚步可以体现出他轻松的心情，看来考得不错呀。此前邓伦也用心的比出录取吧的手势为吴磊加油打气，而粉丝们也非常理智的选择不去打扰，给他私人空间，真的是要点一个赞呀。芒果拉新闻，吴磊弟弟加油，希望有个好成绩，报道。